老娘太太一起看了，都不好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开始，开始。哎，这个要盘子要吗？漂亮的晚上吃，丑的中午吃。啊，那个鸡头就，啊，鸡头就进这边。哦，啊，鸡头鸡脚。就先到这边哈。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戴耳环呢？他已经戴脚环了，他已经断了。可是我那时候太烫，拔不起来。有，不知道有没有熟，有吧，这很熟了，你看。哎呦，小亮，我看这个是哪边的？啊，这个晚上吃，很熟了。打吗？不会啊。他说要打下去，还是砍了。
要叫阿珍再买点蒜。蒜，嗯，因为吃菜的话就会有对沾的东西，大这叫大蒜多，青蒜。加豆片，肉会散掉。对。就这边来，漂亮，漂亮，对账来。